就是说是我们修行人如何看待缘分惜缘，随缘消业而不因缘造业呢？师傅，怎么看待什么？你说？看待缘分和惜缘。缘分，缘分有善缘有恶缘，缘分不一定都是好的。有的缘分你可以去维持，有的缘分你只能断掉。恶缘来了你必须要断掉。你知道这个女的喜欢上你了。你知道会给你带来无限的悲哀的。你只能断掉，再好看你也得断掉，明白了吗？这就叫断缘。我告诉你，守戒没有什么话好讲。有的缘分不能延续的。没有什么缘分一定要去做的。这个世界上什么叫缘分？你今天做了可能就有缘了，你今天不做了也就没缘分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善的恶的都是一样，现在明白了吗？你不延续下去这个缘分就没了，一个恶缘你不延续下去这个恶缘就停掉了，一个善缘学佛你不延续下去你可能这个佛缘就断掉了，明白了吗？